MM 家人们大家好，我是广东汕头的会员小李。7月30号我申请得到帮助28680元，其中有10000是我的本金，剩下的是利息和推广奖金。匹配完之后马上有人汇款给我，经过40多个小时分成5次汇到我的银行还有支付宝。其中呢有一个人是给我打款2542，但是他打错了，打成3000。后来我提醒他了，我就把多的480块钱还给了他，他很感谢我。其实大家都是很诚心的参加的， 3M 的互助理念非常的好，我很珍惜这个机会能够参与，能够去带动更多的人来参加，我会很感谢大家。传播的是诚信、善良、公平、正义的能量，谢谢大家。